15号，世界最大邮轮“海洋和谐号”驶离法国圣纳泽尔港，开往英国。“海洋和谐号”呢，属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，是本月12号正式交付使用的，造价8亿英镑，约合75亿元人民币，最多可搭载6296名乘客和2384名工作人员。它的最大特色是，船上有一整个水上乐园。预计海洋和谐号将于17号抵达英国港口城市南安普敦，它将会在那里准备它本月22号的第一次载客航行。15号，世界最大邮轮"海洋和谐号"驶离法国圣纳泽尔港，开往英国。海洋和谐号属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于本月12号正式交付使用的，造价8亿英镑，约合75亿元人民币，最多可搭载6296名乘客和2384名工作人员。它的最大特色是船上有一整个水上乐园。海洋和谐号将于17号抵达港口城市南安布顿，它将会在那里准备它本月22号的第一次载客航行。